冲出太空呢一个梦想，原来香港人都有份噶。我哋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嘅合作项目咧，就会采用我哋相机指向系统。呢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嘅故仔，话我知，只要我哋有决心，香港人冇乜嘢做唔到。我慢慢发现咧，原来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嘅梦想，系十几亿中国人嘅梦想。罗永贤监制，回归光影族，究竟天有几高？7月4号晚8:30，翡翠台。